杨沃晨，我是来找你。你失去记忆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告诉我，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？你用你的记忆欺骗所有相信你的人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可心，其实喜欢一个人，根本不用想那么多啊。所以我相信，你可以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。巷弄里的那家书店。